跟身上是谁嗨白藤大闸建成于1974年，是我市唯一一座大型水闸，经过40多年的运行，存在安全隐患。重建工程于2018年开工，项目投资概算总额2.52亿元。据介绍，白藤大闸建设主要包括水闸枢纽建筑、辅助设备房、机电安装工程、室外景观道路工程等。新闸交通桥总宽12米，其中7米为双向行车道，配备非机动车和人行道。建成后，白藤大闸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，水闸的设计最大过流量为1414.5立方米每秒，通航孔最大过船吨位为100吨，通航航道等级为6级，公路桥等级为4级。目前我们这个水闸土建部分已经水下部分已经基本上全部完成了，目前这个金属结构呢也在这个收尾的过程之中，应该来说很快的话，我们这个主体结构这块应该是可以很快的就全部完成了，还可能剩下的话是两侧的有一个那个管理设施绿化，还有那个管理房。在白藤大闸重建工程施工现场，记者看到施工单位正加紧对此前施工时筑起的防护围堰进行开挖，以恢复河道通畅，同时配合白藤湖片区其他水闸和泵站联合排涝，确保白藤湖片区汛期安全。要求这个施工单位加快这个施工进度，尽快的完成我们剩下的一个主体工程里面剩下的一些金属结构，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两侧的话是储备了相应的一个防汛物料，在应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，结合我们这现在的工程状况，就变成这个应急预案，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。据介绍，近两轮的暴雨中，白藤大闸都安全过关，没有出现险情。随着工程基坑内主体结构完成，白藤大闸目前已具备挡潮防洪功能。按照施工进度，闸门将于今年6月初满足启闭条件，届时将具备排水排洪功能，预计今年9月全面完工。